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华老师你好。你好。华老师，夏天最让你头疼的是什么？夏天啊，是热，好热呀。夏天让我最头疼的就是蚊子呀。啊，是。有的时候想睡一个好觉，但是晚上的这个蚊子呢，你要和它搏斗一夜呀。所以你看，是不是我今天很憔悴？确实是，蚊子这个定向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就是感觉它老在我们的头，在我们的耳朵周围嗡嗡作响，就一只蚊子就能把人给吵醒。这个蚊子呢，不仅仅会影响到人类哈，在畜牧业当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哦，您说的那个我听说过。在畜牧业中，比如说像是养猪场、养牛场，如果蚊子滋生的特别多的话，会对这些动物的成长造成一些影响，而且可能还会传播一些疾病。前两天呢，有一位观众朋友呢就打电话到我们的栏目组，他是一位养猪的专业户哈。那么他就说呢，他养的这些猪呢就深受蚊虫的困扰，所以他就在想有没有这个有效的灭蚊的好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跟随记者呀，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位朋友他的烦恼究竟在哪儿，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我们赶紧去看一看。那个我们是我爱发明栏目的啊，听说您跟我们说这个咱们这养猪遇到点问题是吧？啊，对。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面在这不待了2年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季节夏季的时候，一直受蚊虫的叮咬，反正每年都是很严重的。这个蚊子对这个猪的影响很厉害吗？因为蚊虫这块，第一个是对疾病传播有一方面，第二个是蚊虫叮咬以后，猪的长势会减少一些。第三个就是说，蚊虫叮咬以后身上起包了以后，对销售这一块会有些影响。因为同样的猪，如果要是白白的、身上干干净的，卖的可能要价格高一点。这些同样的猪，好好的猪，它卖的价格也会低一些。那刚才听您说这么多，就是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太了解。要不然咱们去猪舍里边看一下，好吧？好的。那行，那您带我们进去一下，好吧？好的。哎，走。没想到这小小的蚊子竟会对猪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不仅影响销售，更有可能造成疾病的传播。可是为什么这养猪场会招惹如此多的蚊子呢？进入猪场前，所有外来人员都需要穿上特制的防护服，以防止病菌的传播。穿戴整齐，我们的记者赶紧跟随陈厂长前往猪场一探究竟。我看它主要是因为它本身这边天气就是这样，而且它这个环境比较差，很容易就招蚊子。对，是吧？因为环境这一方面，这边就是湿度又大，下雨，现在这个梅雨季刚过的，水外面水又多，外面杂草，猪舍里面因为猪场里面杂草很多，杂草水是就是很容易生蚊子。原来这猪场由于环境限制，极易滋生蚊虫。一到夏天，这里的猪都要忍受着密密麻麻蚊虫的叮咬，极其影响小猪的生长。其实呢，您刚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蚊子啊对猪这个影响，是那您给我们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我想通过你们这个栏目，看这个栏目有没有类似的，像驱蚊的或者是抓蚊的这个装置，把这个蚊子、把猪场里面这个受蚊虫叮咬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你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专门这个畜牧业上用的这种灭蚊的装置。哎，对，就这个意思。哦，是这样。哎，对。确实，当时咱们在猪场的这个蚊子确实挺多的。是，因为环境是这样放的，环境又不好嘛，蚊虫生的也比较多。了解了陈厂长的诉求，记者马上回去查找资料。可是市面上关于灭蚊的装置虽然不少，但是多数是家用的，能够针对养殖业的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记者想起4年前曾经有一位发明人发明的高效灭蚊灯参与过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他有办法解决猪场的问题。想到这里，记者赶紧联系发明人，得知他最近正在对自己的灭蚊灯进行改进，于是我们赶紧去他的住处去看一看。发明人施坚池发明项目新型灭蚊灯。哎，你好，施坚池家吗？哎，您就是施坚池是吗？哎，对，我就是。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组的。哦，听说您这有一个这个灭蚊灯，我们来了解一下。那我就这个。
我刚才在弄那个，就是您自己练的，哎，对对对，自己家里面的。嗯，那您这个灯是怎么工作的呢？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呗，好吧？我这个灯主要是那个叫那个光谱的，那个它发出来的波长，蚊子很喜欢，喜欢就把那蚊子先给引过来，引到那个周围，先把它吸到那个里面下面去。对，我看后边这还有一个这个。这是风扇是吧？对，这是用来吹风的吗？还是干什么的？不是吹风，它是因为它的那个风动原理，因为那个蚊子啊，把它如果给它悠过来的时候，在那附近的话，去把那风啊给它吸的啊，它是吸的是吧？用吸的，用吸的才吸到那个柜子里面呢。用吸到那个柜子里面。吸到柜子里面。所以说我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那个防盗装置。按照这样子那个设计的话，它是有来无回。发明人的一代灭蚊灯由引蚊灯、风扇、收集盒、防逃网四部分组成，利用蚊子的夜行性和趋光性两大特征，用紫外光吸引蚊子，同时加装在灭蚊灯中部的风扇提供吸力，将蚊子吸入收集盒中，而位于风扇下方的防逃网可以有效防止蚊子逃离收集盒。那么行，石师傅，刚才您这个介绍了一番，我们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不然咱们找个地儿就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您看行吗？行啊，我把这个环境里面就没有，我们把那个挂在这儿，挂在这儿就晚上就知道的了。就挂那个位置是吧？就挂这是知道的了。老师想要先对这灭蚊灯进行一次测试，在自家的客厅挂上一晚。蚊子被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每年的致死人数超过72万人。通常雄性蚊子只吸食草枝花蜜，而雌蚊则必须吸食血液以保证后代的繁衍。而这吸血的雌蚊就是登革热、疟疾、乙脑等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尤其在畜牧业中，小猪很容易因蚊虫叮咬感染乙脑造成死亡。那么老师的灭蚊灯究竟能否捉到蚊子呢？没想到这灭蚊灯才刚挂上去不久，就已经有蚊子被吸引过来了。蚊子们好像对这亮光很感兴趣，不一会儿越来越多的蚊子聚了过来，看上去这灭蚊灯好像还真有些效果。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亮光周围的喧闹好像逐渐消失了，不知道第二天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呢？大家看看这一晚上效果怎么样吧。昨天晚上看怎么样？家用的这个，咱们还比较多，少，很多啊，家用。这多，这我看还有动物呢。那行，咱把它拿下来看一下。行，先关了。不少了，我感觉。不少，这个如果是那个高峰的时候，比这还要多的嘞。多啊。比这多。你哪去啊？这是？你要么就屋里干什么？这外面有风。咱把它这个拿下来看看。那咱看看呗。到。哟，这不少了。嗯。那咱们这一个家庭里边能弄这么多这个蚊子呢？我那个大门开着的话，是一到晚上啊，它进来特多。这里大概有多少只？这里啊，这里大概总有200多只，起码有200多只，这里还有活的。对，这还活着呢，我看。还动呢。估计是刚抓的，估计是。他早上抓的。行，我看咱们这个家里边使用这个效果还挺好。要不然这样，咱去他那个猪场里边看看你这个灭蚊灯效果怎么样，好吧？行，那要不去试一下。行，走吧。哎，陈院长。你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牛人，咱们师傅，你看今天我们让他拿来一个他
它的这个灭蚊灯，看看能不能解决您这边这个咱们养猪场这个难题。嗯，好的，好的，好的。那行，要不然咱现在就是让师傅咱们三个一块儿去猪场里边看一下，好吧？嗯，好的。把这个灯挂上去。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我们再一次来到猪场。与上次不同，晚上的猪场每只猪身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仔细一看竟然全都是蚊子。这老式的灭蚊灯在蚊子密度如此大的猪场还能否有之前的效果呢？嗯，可以工作了，现在可以了是吧？嗯，这个的话，如果猪场的话，你到第二天的话，肯定能扎满的。能扎满是吧？肯定能扎满。下边这个铁丝网基本上能满是吧？肯定能满的，肯定能满的。嗯，我不知道它满的这程度怎么样？你看今天晚上它那个蚊子这么多。哎。你看他们都进去了，慢慢进去了。你如果把电灯关了的话，他说他还要，他速度很快的。嗯，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看到有蚊子开始往这边走了，已经。哎，已经开始走了。你看他猪身上这么多包的话，他一会儿就进去，一会儿就进去了。嗯。嗯，行，嗯，要不然咱就先在这搁着，可以。明天早上咱再来看效果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嗯。虽然之前在家里测试时蚊子成功的被灭蚊灯所吸引，但是与之前的验证条件不同，猪场里的近百头猪对于雌蚊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么面对光与吸血的两种诱惑，老师的灭蚊灯还能发挥之前的威力吗？咱们经过一夜，咱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它这个灭灯。嗯，好的，好的，走。嗯，来，走走。嗯。哎呦，哎，看着还在工作呢哈。嗯，灯还亮着。亮着呢。嗯。哎，我这有人看着这个效果不好。哎，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一下。哎。这不多吧？你看，不，这不可能啊！这之前你自己来看看，你说这基本没什么蚊子吧？哎，这都堵，嗯，我们来看看，那个风扇堵住的。哎，这风扇怎么不转了？这风扇堵住的了吗？这是那不可能。哎，你看这里边都不多，反正是。哎，蚊子一点点的呀。哎，怎么风扇堵住的？你看，哎呦，全是蚊子啊！这全堵在上面的了。哎呀哈！全堵在上面了。这全是死蚊子是吧？哎呀，蚊子要捏住的嘞。啊，他把风扇给粘住了是吧？风扇粘住的，这里堵住的，然后风扇粘住的了呀。哎，我说他怎么不会？哎，这么滚。开关那个，我们关了。哎。风扇都捏住了，风扇都不转了，这都。哎呦，我堵在上面了。虽然风扇被堵住了，但是这蚊子看上去好像也不少了。那么猪场老板能满意吗？这点蚊子对猪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对，太少了。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就是不满意的。哎，这样的肯定是达不到什么效果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哎呦，这种事情我考虑过，本来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弄成这样子的。哎，潘老师，我们看到了这个灭蚊器呢，确实捕捉了很多的蚊子哈，但是这个蚊子为什么都卡在网里了呢？哦，我呢，这有一个简单的小模型，嗯，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实遇见了什么一样问题。嗯，实际上呢，它上面是有一个灯。它呢，通过这个灯光把这个蚊子给它吸引过来。嗯，吸引过来之后呢，它这儿有一个风扇，这个风扇是一个向下吹风的风扇。这样的话，蚊子受这个灯光吸引，那它就顺着这个风被吸进去了。嗯，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对，它吸进去之后呢，就像我们捕鱼似的，它做了一个防逃网。那这个蚊子、就是、进去出不来。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漏斗形状的一个收口，这样让蚊子从这个小口掉到下面这个储存器里。嗯，然后呢？
它就不太容易反向飞出来。实际呢，它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它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在经过这个扇叶的时候，有一部分蚊子被打死了，而且它这个风比较大，它就直接被这个风给它紧紧地压在这个防逃网的这些缝隙里，这样蚊子一多，尸体一多，它这个整个气流就不流通了，相当于堵死了。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这个口是不是可以给它弄得大一点，风力再猛一点，那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它口大，那它这个防逃网的作用就会被降低。但是风大确实是一个选项。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想到它有另外一个改进的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风更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结构给它换一下位置。就是给它吸下去。对。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离上面这个防逃网实际上距离远了，所以它的吸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样的话会对它的这个蚊子尸体堵住这个防逃网，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那么做出了这些改进之后，实际的运用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还是要去检验一下。测试失败后，老师始终无法平静，他想不通为什么之前运转良好的风扇会被突然堵住。特别惊讶，因为第二次的话，他那个猪场里面蚊子啊特多，因为我当初的话，我们那个我哥他们养的几头猪啊，他说多啊，孩子都不过那个他们大型猪场，一下子那个装置就堵住啊，后来就没扎进来，对我那个打击很大的。回到家后，他马上着手研究，既然问题出在风扇上，那么就从这里下手。原本他将风扇放在中间位置，是害怕蚊子经过时吸力不够，蚊子经过灯口时无法将其吸入盒中。如果将风扇放到收集盒下方，那么就必须提高风扇的功率。想到这里，老师抓紧时间开始研究。经过了三个多月的不断测试，它的二代灭蚊灯就改进完成了。哟，师傅，你在这弄这灯呢？之前你给我打电话说您这二代灯搞出来了啊？就这个灯啊，这是您新研发出来的这个灯？对。之前咱们那个一代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能把它搞。因为把那个风扇啊，那个位置啊，把它位置移到下面的了，类似于我们那个吸尘器的那个原理，所以说远远不会堵住。上面一个斗，上面的斗啊，把它立在上面，那么蚊子啊，它这样子啊，悠过来吸进去的时候，悠过来它进去的时候，全部是这个斗里面，绝对风扇不会堵住的嘞。那这次您觉得咱们要再去猪场测试一下的话，效果能比之前的那个好？绝对好，绝对把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行，要不然咱再去一下，可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好吧？可以。要不然咱走吧，好吧？好的，走。妈妈，爸爸又提着他呢，给我再出去了。这次不是那个灯已经弄好的了，我们去这几次猪场那个试验一下。我跟你苦了十几年嘞，以前过得这么艰难，一年的日子比一年好起来嘞。小孩读书要花很多的钱，你还要去赚这个东西，开一个模要很多的钱，你不想一想以后我们日子怎么过？这次绝对没问题的，这次放心了。反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成功的话，你看我们该怎么过？你放心了，回去吧。回去吧。面对妻子的反对，老师也是有些无奈。他告诉记者，过去他曾经是一名厨师，工作稳定，收入也还不错，但是后来由于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离开灶台，靠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生活也算和睦。可是自从他开始发明灭蚊灯之后，问题就出现了。生意也不去做的了，全部要么在家里白天睡觉，晚上搞蚊子，搞到深更半夜的，他反对死的了。你生意不做啊，每天然后晚上去搞这东西，白天又不去做生意，
包括父母都反对。虽然家里人都不支持，但是为了自己最初的发明梦想，当天晚上老师还是带着他的灭蚊灯再次来到了养猪场，希望再进行一次测试。又过来了，已经休息了是吧？啊，准备休息了已经。是这样，这个之前他那个老师施师傅这个灯啊，不是在咱们猪场里试了一次吗？对，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之后他回去呢改了改，这又拿了一个新的，要不然他还想在咱这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他就不用试了吧，上次试的已经信心本来信心很满的，看试一下也挺失望的。这一回你放心吧，我把那个下面这一部分已经给掉了，上一部分已经没有给掉，因为上一次那个风扇还是放在上面，它全部绞死了，由于蚊子一多的话就绞死了，所以说我现在把那个储蚊柜啊，那个、放到上面的，放到上面的那个风扇就弄到下面的，类似于我们那个吸尘器的那个原理，它这个风扇绝对不会堵住的。那好吧，那带你去再试一下吧。好，谢谢。好嘞。在老师的一再恳求下，我们又再次来到了猪场。跟上次相比，这里的蚊子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么，这只是改变了一下风扇位置的灭蚊灯，真的不会再出问题了吗？陈长，你觉得他这次能行吗？这是打个问号，还是问号是吧？对，我要看结果。我看绝对没问题了。行吧，这是明天开始炸多少的问题了。那咱还是再等着呗。好的，再等一晚，看明天早晨咱们再来。好的，效果怎么样？好吗？好的。好嘞，那走吧。再次挂上灭蚊灯，等待蚊子自投罗网。这灭蚊灯挂上还不到五分钟，已经开始有蚊子被吸引过来了。一开始，蚊子对这陌生的东西还心存警惕，只敢在远处飞来飞去。一段时间之后，放松了警惕的蚊子越飞越近，已经进入灭蚊灯的捕捉范围了。这时，风扇提供的吸力迅速将灯口的蚊子吸入收集盒。此时，蚊子只能在收集盒里苦苦挣扎，却再也飞不出去了。可是，这么多蚊子一起涌入灯内，这灭蚊灯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再出问题呢？看它这次效果怎么样？好吧。好的。紧张吗？现在？紧张。万一再失败了呢？我想这一次可绝对不可能，这次不能了。行，没堵住啊？是吗？这个绝对不会堵住的嘞。这次改下边了吗？哎，那风还这么大，你看。对对对，我把它给拿出来看看。哇！哎呀，这么多！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你看，你看镜子，你看。这不就对，你看里面。你看，你看，这全是蚊子吗？全部是蚊子。下面这个盖能拿开吗？能拿开。来，我看看。哇！这都跑出来了。盖上。这得多少啊，陈站长？这数也数不清。这上万了吧？应该。你们不止，蚊子太小了。我这个设计当初的话，这个得炸美的话，它扎到这的话，大概是6两，这应该有4两多，4两半差不多。4两半的蚊子。4两半的蚊子。我的妈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蚊子。陈站长，您看啊。这样的就可以了。这次不错啊。竟然一晚上就抓了4两半的蚊子，要知道，一只蚊子的重量也就在2到3毫克之间，4两半就将近22万5千毫克，也就是近9万只蚊子。这样的成绩，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看你进来的时候心情也挺紧，也挺紧张紧张的是吧？嗯，又怕他那个出了问题，万一出了问题不是丢了面子的？我跟你说，这一看效果，这家伙，你看，你记着，你看那个风险那个一点都没堵住，嗯，现在就好好的，对，嗯，这么小小的个改变解决了大问题啊！哎，嗯，像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你看陈厂长，这回您觉得满意吗？这回肯定满意了，对，石师傅，我有个朋友，他是做大棚的，也是受蚊虫这一块的影响比较大一些。你这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这个灯能解决没问题。这个我这个的猪场里面这个效果这么好，拿到大棚里面也绝对能那个能解决的，绝对没问题。嗯，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我给，要不我给我朋友联系一下，你去那去试一下去。好的，可以，我们试一下的吗？可以。这二代灭蚊灯在猪场大显神威，听说陈厂长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扰需要帮助，老师自然是一口答应。既然都是蚊子，这灭蚊灯应该也没问题。陈师傅，陈总啊，哎，你好，是陈总是吧？哎，你们干嘛的？哎，你好，是这样，就是那个什么，刚才我们在那个养猪场测试一下他这个灭蚊灯效果挺好的，然后那个厂长说您是他朋友，然后说您这边种大棚也遇到这个蚊子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吗？有这个咱们这个种大棚怎么也会有这个蚊子这方面的困扰？因为我们这个对，不叫蚊子，我们就是有一种孤蝇啊，孤蝇嘛，在把这个蘑菇上面一搞嘛，就有花蝶了，花蝶了市场就卖不出去，这是很头痛的事情。一个棚子最起码相差好几万，好几万，哎，差这么多的，哎，对。那看这个对您的这个困扰还挺大的哈。对。你看，我今天拿了一个灯啊，就是之前在那个猪场里边测试，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说那个厂长说您这边也受这个影响，我们也来试一试，看他这个你觉得能解决您的这个困扰吗？我们也不知道，你只能试试看。那行，要不然咱拿着去您那个大棚试一试。可以。那行，那咱们找哪个大棚好呢？你找一个，你试一下。原来这蘑菇大棚中的虫子竟然与猪场吸血的蚊子不同，陈老板口中的孤蝇学名尖眼菌蚊，又名孤蚊、孤蝇。这种虫子主要生长于潮湿的土壤之中，以啃噬植物的枝叶为生，而且繁殖速度极快，在叮咬蘑菇后会造成表面感染，影响销量。通常人们会使用特制的杀虫剂，或用鲜艳色彩的蜜糖来诱杀它们，但是效果却都不太理想。听说这孤蚊同样具有极强的趋光性，那么老师的这盏灭蚊灯能否起到效果呢？啊，就是您手指的那种小虫是吧？对。哎，师傅，你之前见过这种的吗？这个没见过，它反正都是蚊子，想想也没问题，都跟时间差不多吧。那您这个灯之前咱们在那个猪场效果挺好的，嗯，来大棚你觉得效果也不错是吗？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嗯，肯定没问题。那行，那咱找个地方挂起来吧，把它。好的。那你看挂哪个地方好一点？好，试试看，行。嗯，挂这里。行。那就让他搁着吧。行，陈总，那边咱就等一天晚上，等明天早上咱再过来。对，好吧，好的。看看他这个灯效果到底怎么样。好的。那行，那咱先走吧，好吧。嗯，好的。再次挂上灭蚊灯，虽然这次是不同品种的蚊子，但是既然都是具有趋光性的昆虫，那么利用光源来引诱蚊子的方法应该同样可行，还是等待第二天的结果，看看究竟如何。那行，这过来这一夜咱们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吧？来，咱进去看一下。这就是咱们昨天下午挂的这个，挂了一晚上。我看没什么效果。
我感觉它也没有什么飞进去的样子。老师，你自己觉得呢？可能会有效果吗？我肯定有效果，效果肯定大大小小肯定有效果。对啊，咱们之前在猪场这边效果挺不错的哈。对，猪场里面其实按说带它这个大棚应该没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昨天晚上想想的话没问题的，应该没问题是吧？那要不然这样吧，咱拿下来，我们先拿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就在这里。对对对，再拿下来看一下实际效果怎么样，对吧？咱们还是效果也是让他出，他出来看看，好吧？嗯，好，拿到外面去。对，那咱们打开看一下，你看一下，看一下，哎，没有，没有啊，就几个啊，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效果。啊，你看它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哈，有一些这个指纹上，你假如说。一点二十四个小时就扎这么几个，这个就根本上没用了啊，是吧？你看这里面还有飞着的，这里面还有吧？这里面只有几个，没用。你看大概咱们这是它这个机器现在抓的这些，没用。对于咱们这个没效果，应该是这个灭菌啊，对对对，没效果，没效果，是没有效果的，是吧？对。是师傅怎么回事？这么一点点，你自己看一下吧。对啊，你看之前咱们在猪场里边，你都抓这么厚，哎，这么厚的蚊子，你来人家大棚怎么，你别怎么啥也没有啊？这里边，你要认为，因为它这个蚊子跟那个固蚊跟固蝇是不一样的啊，应该是这样子。你这个效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没有用的这种灯。原本只是想解决猪场蚊子问题的老师，经过上次蘑菇厂的事情，反而激起了他的发明冲动。他们说那个食用菌大棚跟蔬菜大棚里面，如果说你那个虫子不用那个物理方法去处理的话，它那农药残留啊，直接影响到那个千家万户的。因为所以说对这一块的话，我。这里面啊，所以说我这实际上想把这个东西给巩固。有了这个想法的老师，每天窝在家里研究，而且一干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连平时一起喝茶的朋友们都见不到他。好，老师，哎，还忙什么？老师，我们最近啊，几个月不见了。喝茶人都看不到了。哦哟，在忙什么？最近不是那个灯啊，有出了点问题，大棚里面弄得不好的。走，老板大人都看不到，几个朋友们喝茶都不来了。哦哟，哪里出这个话的呢？大棚里面出了事情，好了，羊头头脑胀的呢。怎么又搞大棚了呢？哎，怎么又搞大棚了？你那个家用的跟那个畜牧场的不是搞得都挺成功的吗？那不知道大棚里面那个现在那个事情大着呢。兄弟啊，你把两个产品做好就可以了，不要脚步迈得太大了。你说你走不走？下午他们在喊喝茶，是不是？我们哪有时间的？这些时间就是搞这个东西，搞得那个，你忙吧忙吧，我还故意来喊你的，他们几个在喊，你忙吧忙吧，啊啊，那你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你控不了啊！虽然朋友们都不支持他，但他还是不愿放弃，希望能找到方法来解决上一代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查到，原来不同的蚊虫对于不同波长的光的喜好不同，所以之前才出现几乎捕不到蚊子的情况。可是怎样确定蘑菇厂的孤蚊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光呢？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决定用最简单的办法，一个一个试。师傅，好，你好，我们要来了，听您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大棚的那个改好了是吗？哎，对，那就这一块了。啊，这就是您新研究的这个大棚的这个灭蚊灯是吧？哎，对。
当初这个用的那个畜牧业挺好的。啊，这就是咱们之前那个猪场那个。猪场这个是挺好的，但是它大棚里面的那个蚊子啊，它是古蚊古蝇，它所以说它不一样。蚊子是一类的，但是它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把它都通过把它都试过去。啊，是这个灯有问题是吗？那个波长啊，这个灯的波长有问题。我给它波长，给它的调了那波长的话，是刚适应的那个古蚊的，这也是大棚里面用的，适应大棚里面用的。那行，那您把这个，我看您把这个组装起来，我看这个新的这个效，这个是怎么样的？我先给它组装起来，组装起来的话，你看一下。老师赶紧将灭蚊灯组装起来，这次看上去还真是信心十足。可是就在这时，我们的记者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哎，我看这次为什么风扇您就搁到上面来了？嗯，我的这个之前那个风扇不是在底部吗？可能说为了防止它那个捏住啊。我们那个畜牧业的那个虫子，咬人的那个蚊子，它里面有捏液。它如果说那个风扇如果捏住的话，它越捏越紧啊，用沙子都沙不出来。我反复了它，捏住了它那个骨孔里面的那个虫子。但是它那个虫子啊，跟我们家里咬的那个虫子不一样，它那个壳是有点硬的，但是它没多大粘性，没粘性的话，我考虑的话还是用在上面好，因为上面的话，如果用这风扇用在上面，很直接把那个风啊，那个功率能减下来，直接就直规的把它接下去。那这样的话，那下边到时候咱们还得配一个这个网啊什么之类的，是吧？配一个网的，因为它那个虫子啊，其实它那个大棚里面那个虫子啊，比那个畜牧业的还要多。所以说我那个你如果说用小的话，用那个德啊，如果说把它封起来放在下面的话，德一会儿就没了，但是就那个大棚里面的就用那个网灯，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哦，今天扎了多少，那多了就直接就给它倒掉，扎个两斤三斤就给它倒掉的。行，要不然咱把这个盖子也盖上，行，咱拿到那个大棚里再试一试，好吧？可以。组装完毕后，老师与记者赶紧前往蘑菇大棚，不知道这次能否满载而归呢？陈总，哦，怎么又来了？这一回我把那上一次的那个效果不好，把这一次啊，把它重新改过的嘞。这一回的话，我想是绝对没问题的。好，反正你这东西给好了，对我们这里雇佣解决掉，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要试吗？反正你随便试，反正这我会支持你，怎么试都可以。谢谢。那行，那要不然咱还再找一个地儿再挂上你，好吧？好的。你这个改好，这个效果怎么样？可以。要不然还挂原来的位置？可以。挂原来那个地方。可以。好吧。灭蚊灯还是挂在了上次的位置，同一个大棚，同一个位置，同样是一盏灯。那么结果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呢？十分钟过去了，孤蚊开始有了反应，很快大批孤蚊向光源处涌来，经过灯口处时，被风扇形成的负压区吸入网兜。这看起来应该比上一次要有效的多了。这次咱再看一下，好吧？好。这次效果怎么样？这一次的效果怎么样？石叔，你自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次。哟，那个下边是黑的，都是蚊虫啊。哎呦，哎，这个，这个是可以了，这好。哇，这次多哈！这次多。那这样，咱再拿出来，咱再看。这个效果是可以的。来，解一下。咱再拿出来看看。来。咱你把它拿下来，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有多少。会有很多活的，看一下，
啊，好多还好多都是活的是吧？哎，对对对。你看这好多还在飞呢。对。哦，这是得有一两吗？这样？一两不止。一两不止。哎，一两不止啊！这。啊，对对对。我去。这个现在最起码有三两在这里。这最起码有三两。哎，三两的这个。嗯，这效果可以，这都那个猪场的那个效果就差不多的了。这跟那个猪场。因为你这个猪场是固蚊，那个蚊子为主，我这里是主要是固蝇为主，所以说你设计这个灯必须要跟以前是不一样。现在这个是可以的。这次经过这个改进，这个效果现在不错了哈。这个不错的。我们假如说可以，我们也问你买个几盏。你买个几盏是吗？买个十几盏试试看，好了。好吧。这次确实。哎，对对对对。好吧。老板说买你十几台呢。谢谢。好，开心了。开心。回到家后，老师原想抓紧时间将他的灭蚊灯投入生产，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却改变了他的想法。喂。哎，是你是？那个你好，我是那个浙江中税审计粮食储备库里的小黄豹啊。哦。我这里呢，这个有只这个粮食储备库，有只粮食储备仓呀，那个四十点五兆比较多。哦。那个地址上看到你那里有那个防治这个害虫的光诱灯啊。哦。就是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能不能来我这里那个，我们一起治理一下。可以啊，它是粮库里面的，对吧？对，我们是粮食储备库里的。哦，粮库里面的话，我以前没搞过，因为我是搞的是那个畜牧业中大棚里面那个虫子，那个粮库里面那个虫子，它肯定不一样的，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对，这个跟蚊子的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可以。原来是杭州的一处粮食储备库也遇到了蚊虫的侵扰，希望老师帮忙解决。接到电话的他决定先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师傅啊，你好，欢迎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你那个说什么虫子，有虫子对吧？对，我们仓库里面是有些虫子，这个比较难处理。这样吧，我们到实际一些的现场去看一下。行。这地方挺大的。哦，是是吧？这个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小的这种储备库啊，这个能放这个小麦大概是1700吨的样子。哦。啊，那么我们这个1700吨的这个小麦啊，每年到这个夏天啊或者秋天的时候呢，它会滋生一些虫子，比如锈刺扁骨稻，这一类的害虫。然后呢，也特别的这个难杀啊，因为它的抗药性呢很强啊，然后并且呢还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损失。哎，你们搞粮库搞了这么多年，因为对每一个虫子肯定说有所了解，包括它们的食性啊，包括这些有没有这些那个经验呢？哦，这个锈刺扁骨稻啊，它这个趋光性特别强，哎，啊，它特别是在有这种强光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纷会纷纷的这个扑过去。那有戏，它如果是有趋光性的话，跟我那个蚊子啊，它有相同的那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肯定的话，你能搞出来。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帮忙的老师，听到粮仓的蚊虫会对粮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想到自己当初研发灭蚊灯，不就是为了解决虫害的影响吗？既然如此，说什么也要试上一试。他与粮仓的技术人员一起探讨，了解害虫的习性。原来，这所谓的锈刺扁骨稻是常发于面粉厂、米厂以及粮仓的一种昆虫，这种虫子习惯在小麦等食物上产卵生长，会对粮食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这种昆虫抗药性极强，极难杀死。他了解到，这类昆虫不仅具有趋光性，而且对于鲜艳的颜色特别敏感。了解到这一特性，老师赶紧开始研发，在粮食储备库的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反复的验证。谢谢。
不久之后，一台专门针对粮仓害虫的灭虫灯就诞生了。听说这灭虫灯要去粮仓测试，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纷纷闻讯赶来，想看一看这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的。哇塞！哎，沈工，我发现这里边好像是不止一个灯管呀。对，我们啊在这里面啊，这个设置了这种三种灯管啊。这个三种灯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个针对不同的这种储粮害虫不同的这个趋光徐性。我们用不同的虫子呢，这个我们可以开启不同灯管的这种光谱。你看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就下面这个风扇怎么用？这个风扇呢，这个我们主要是在给它一个动力，那么再使它在这个光的周围呢形成一个负压区。当这些害虫呢是飞到我们这个灯光附近的时候，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风扇形成的这个吸收力呢，就是把这个害虫就是吸到我们这个寄虫袋里去。这一次的改进不仅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了灯管，还缩小了灯箱，使风扇提供的负压动力更加充足。不知道这样一台由灭蚊灯改进而来的灭虫灯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呢？将灭虫灯挂好，静静等待第二天的结果。在经历了蚊子、孤蚊的两次考验之后，老师最终的这台灭虫灯能否再次获得成功呢？哎呀，这，我们大家过去看。路上炸了这么多，哎呀，这个我，哎呦天，我自己都没想到啊，一个晚上竟然可以炸这么多虫子啊，效果真好，哎，这效果还可以的，这么多，哎呀，那谁，昨天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抓小虫子吗？现在看看，哎，终于看到成果了，哎，我们祝贺一下吧，斯金池发明的灭蚊灯，利用风扇吸力来捕蚊。利用自然风干的方式来灭蚊，应该说构思很巧妙，效果也不错，特别适合在大型农场使用，降低蚊子传染疾病的危害。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可以提高它的智能控制的功能，来增加它的适用性，那样的话会更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华伟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欣，下期再见。鼠灾成患，百姓遭殃，灭鼠难早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话题。一个小小的鼠笼就能够让狡猾的老鼠乖乖入笼，解决百姓灭鼠之忧。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巧妙设计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请鼠入笼。